来看看你的迷你号是什么时候注册的。我的是2020年获得了一战老兵的称号。哦，有没有比我更早的？听说这个称号每个称号对应着一段回忆。2016年的是连机房的熊孩子，2017年出了花小楼，2018年出了蒙眼星，2019年的是机械工程师，2020年的是野狼伙伴，2021年出了火山地图，2022年出了沙漠，2023年出了冰原版本，到现在的虚空和喜羊羊，2020年的是野狼伙伴。想起那时候那段和美食村小伙伴们一起驯服野狼的日子。最近迷你世界不是大更新了，出了一个可以驯服野人的机制，这怎么能少了我们美食村呢？嘿嘿，首先我们先去砍些木头，解锁了火箭背包就是方便。想起那时候就无比的怀念，看看你对应着是什么时候的回忆。好怀念以前那段快乐时光啊。现在迷你为了召回老玩家，不仅送了改名卡，还送了老兵称号，一战老兵们还在等。